周医生，这里是你家啊。你穿这床。哦，我们虽然订婚了，但是我们还没结婚呢。你把我带到这儿会不会不太好呀？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那倒是没有。我现在又冷又怕，又无家可归。不过我正式声明啊，我来这里只是权宜之计，我们本质上来讲也就是室友，所以你千万别多想了，行？是你想多了吧？我，哎。这是洗手间，一尘不染。嗯，这里是书房。哦，你们家也太整洁了，简直是每一个地方都干净的令人惊叹啊！这里就有点乱。这城堡好精致啊，搭建应该要花很多时间吧？三个月。真的好漂亮。啊！清洁度 max 哦，你这个门反锁好用吧？我怕某个人到时候半夜过来跟我借东西，好像你的同事就会。没想到还挺贴心。嗯，周时月，怎么了？能不能借我一件睡衣啊？哦，那你自己挑吧。我觉得你身上穿的这件就不错，要不然你脱下来跟我穿呗。我开玩笑的。嗯，就穿这件吧。我穿过。没关系，我又不嫌弃你，我就喜欢穿宽宽大大的衬衣睡觉。晚安。这是他的家，这是他的床。今天我遭遇了很多，可现在在这里，我只感觉到了温暖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安全吗？